准备出击。毕支长，这里的形态污染指数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尽快解决面前的巨型化树生物。我方队员会从位于战场左端的位置应敌。毕支长，请从旁指挥，为大家下达正确的指令。这些是我方队员的技能牌，打出技能牌需要消耗对应的费用点数。这里是费用槽，技能牌需要消耗费用才可打出，费用会自动增长，存储上限为12笔。这里是弃牌指令，冷却结束时使用弃牌，可以丢弃当前所有手牌，同时从牌库中抽一张牌。弃牌指令冷却时间20秒。这里是牌库，点击可以查看牌库中剩余的技能牌和进入弃牌区的技能牌。当牌库为空时，弃牌区中所有的技能牌洗回到牌库。我的技能牌冲击剑可以在造成伤害的同时抽取一张技能牌灵鸟夜曲加入手牌。我的技能牌灵鸟夜曲可以在斩击古龙的同时使下一张红，在红卡增幅下，我的得意技中目的圆舞曲将造成更高的伤害。速度正义，结束战斗。古龙正在汇集巨大的能量，使用火影奈的智力扳机可以在抽三张牌的同时使我方你别过来。灭绝的电光石火可以制造电磁引力环境，增强全场的引力效果。使用电光石火还可以有利于我方的战场。我来为你探索新的技能。费尼亚的队长技制胜闪耀是可以通过舍弃所有手牌召唤雷霆的强大眼雷法术。趁现在将古龙轰擎殆尽，克敌制胜吧。是我的招。这里是七号自由港的商会站台，怎么了？我们的列车在9号正停靠在这里。列车长真有干劲呢，可是因为连续运输，列车组还在保养维护中。在此期间，我们和护卫成员们一起去这个城市的田安局拜访一下吧。列车长，这里就是西大陆的贸易枢纽七号自由港了。我们闲时可以在城市里访问一些特定设施和店铺。现在就去田安局咨询一下如何获得治安协力资格证吧。列车长，让我们开始铁安局的考核吧。热身完毕，准备上场。我奶茶还没喝到哎，就要上场了吗？快点过来！知道了知道了，扔那个疼，好麻烦呢，赶紧结束吧。弗兰，本列车组的武装护卫成员之一，他总是迟钝陷阵，抵御敌方，是我们可靠的舰队。弗兰的盾牌撞击可以对面前范围内敌方造成伤害，同时打断目标当前动作。尝试使用盾牌撞击进攻，打断敌方的蓄力攻击。艾利克，敏锐的直觉和优秀的射击能力，让他总能在合适的时机为队友提供辅助支援，是我们可靠的伙伴。艾利克的爆炎弹可以在抽一张牌的同时，并点打击并点燃范围内的敌方。敌方的狙击手正在瞄准弗兰，请使用这张。弗兰的能量护盾可以指定一名我方目标获得护盾，请使用能量护盾保护利维亚。
启用我的冲击剑，可以在斩击敌方的同时，从牌库抽取一张灵鸟夜曲加入手牌。对手比平时的被我打多了，好烦。弗兰克，我受到了伤害，请先使用这张强力弹治愈弗兰。借助我的伤痛能力共鸣，成功转化出具有治疗效果。艾瑞克的得意技飞电弹，可以在提供火力支援的同时，从弃牌区回收一张牌。我来先打。我的队长技已激活，请使用周末的圆舞曲结束战斗吧。准备进行，请加油。协议了，嘿嘿，拉普拉斯协议可是有钱都很难买到的哦。之后的运输风险会越来越大，光靠我们可不够呢，就趁这次机会补充一下人手吧。我们来自阿尼塔全球能源公司的派遣员工叶爵，你就是叶爵对吧？多指教啊。将新招募的武装护卫成员编入队伍中，加强我们列车组的实力。首先要添加出战队员，选择队员叶爵，这样就完成编队。叶师长，跑河场地一直下雨，让新队员叶爵来当队长吧。擅长使用电磁引雷技能的叶爵更加适应在下雨的天气下作战，让我们利用新队员和天气的力量通过考核吧。及时提升新队员的等级，可以有效提升作战能力。使用战斗记忆体。叶师长，让我们继续下一场考核吧。谢谢广大。讲义，小逆，开测，小逆，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收藏投币。